今日开始要带大家来看到真盛大的宗教活动。嘉义城隍庙庆祝建庙三百年，举办全国首创的两花三地首届大二爷竞技比赛。今仔日伫嘉义武力展开，来自全台福建、新加坡，总共24间城隍庙、60尊环社将军大会师，伫庙埕闹热展开这场顶头界的武林大会，现场吸引上千名民众来观赛，连市长涂新铁拢亲自到场来共襄盛举。今年华人宗教界的圣事两华三地首届大二爷竞技比赛闹在登场，嘉义城隍庙庙埕是挤满着民众围观。来自台湾各地，各有福建和新加坡24间城隍庙的大二爷轮番上阵，在咧炎热的天气之下来跳龟头的卡步，考验着操演人员的耐力和体力。场面盛大，参像是顶头界的武林大会，让民众看甲目睭拢唔敢眯，连嘉义市长涂新铁拢亲自到。非常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嘉义，这是开启了一个我们叫做宗教交流以及宗教观光。那好，我们用这样子来庆祝城隍三百年，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城隍庙是我们嘉义人的怀念，也是我们嘉义人的光荣。今年能够变成国定古迹啊，我们叶董事长跟所有董监事的努力啊，功不可没。欢迎所有的人来到嘉义来参加我们今年城隍庙建庙三百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欢迎大家。嘉义城隍庙今年通过各定古迹，都是为着要来庆祝建庙三百年，宣扬城隍爷宗教文化，决定要来举办着大二爷竞技的活动。除了发扬国际顶头舞蹈艺术，嘛传承着大二爷的忠义精神。而这一届的竞技比赛冠军三星的方式嘛真特别，原本是想要请专家评审，但是烦恼会出现争执，所以决定要交予城隍爷来主审。伫咧表演完了后，就来拔杯，以成杯的姿势来决定名次。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江义奇、彩虹报道。